Welcome to Innovation Dialogue. I'm Diana Ding. My voice. My story. My dream. Innovation Dialogue.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ir story.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许思清，他是阿尔法公社的创始人。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许思清和他的阿尔法公社。你好，思清。哎，你好，丁丁。嗯，那个，我知道你们在培训创业者讲就是60秒钟讲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对吧？所以我给你60秒讲清楚你们在做什么。啊，我用30秒就可以。好。<笑>阿尔法公社呢是一个重度帮助创业者的天使投资机构。我们呢是提供第一笔钱给创业者，然后我们把创业者和互联网和行业资源对接，通过对接方式帮助他们快速起步、快速上台阶，然后我们帮他融一个下一轮A轮的投资。非常好，可能是没有30秒已经讲清楚了。其实讲到许思清呢，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名字非常有特色。你看四清，代表年代的烙印，代表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啊。是。那么许思清呢，他曾经担任微软的高管，3次创业，最后一次呢作为 China Cash COO 和团队呢带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呢担任了创新工厂的投资合伙人，奇虎360的 CMO。美国中金合创投的董事总经理，2014年年底呢，创立了天使投资机构阿尔法公社。看起来你没有一刻停止过折腾。嗯，我挺折腾的，我喜欢探索新的东西。是吧？啊，对。那么你探索新的东西的这个 motivation 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可能是个性。嗯。啊，就是。嗯。当我做一件事做到，我觉得自己满意的时候。嗯。我老是想着下一个高度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比较辛苦，但是很有意思。一件事做到你自己满意的时候，就在看下一个高度究竟是什么。那么阿尔法公社的高度是什么？为什么叫阿尔法公社？啊，你这个提得很好。阿尔法呢，实际上它是希腊字母排第一个。阿尔法、贝塔。阿尔法、贝塔呀。对。这个。那个我们的用意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是最早的，第二个呢，阿尔法是最强的，所以呢，这个阿尔法公社，这个也很有意思，公社是什么呢？它是大家一起来做，就是我们和众多的投资人，我们和创业者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阿尔法公社的名字的用意就是这个。这个你要讲公社的话，大家先想到的是大锅饭。因为人民公社就是大锅饭啊，我觉得那个是多少有些曲解，所以你就起了这个名字叫做阿尔法公社。刚才你讲到一个就是最早最强，最早最强指的是什么呢？像最早就是我们是希望最早的在创业者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这里面包括第一笔投资，另外也包括我们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让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最快实现突破，通过和大的公司、互联网公司的行业对接，往往呢，创业者在自己做产品方面，我们挑选的创业者都是很强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不花过多时间来干涉创业者，有可能会影响他们，我们提供一些策略上的这个建议指导，更多的是我们帮助他在他最需要的地方，就是他在 biz dev 方面，小公司一般都不知道有哪些机会，然后有哪些机构，他们比较难知道，但实际上呢，因为过去工作的原因呢，我是非常了解，就是中国有一大票的大的互联网公司和行业领袖，他们是希望看最早出现的那些机会分别在哪儿，希望和那些 emerging 的小的机构合作，在他们的对手发现之前，就进去或者投资或者做业务合作。你刚刚说的创业者最需要的方面，你是站在创业者的立场上讲他的最需要，还是站在投资人的立场讲他最需要的呢？创业者。创业者啊，因为我是这个我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件事，你的 value proposition 一定要准确，要合理。我们没站在自己的位置想说我投资怎么挣钱。如果这样哈，也有这样的投资机构，但是我觉得这样投资机构在创业者眼里面，它的价值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像打造自己的产品一样，打造我们这个业务，使得它对创业者最友好，对创业的帮助最大，
其实融钱呢，早期这个创业公司融资啊，最重要的不是融那个钱，是融资源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业者看重这个，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提供资源，提供 value。最多的投资机构就是我们、但是你知道吗，创业者他作为一个创业的人、他有时候他看到他最需要的可能跟你们看到最需要还是不一样、我相信你是就是想要真的真心地帮助他们，你自己也经历过创业这么多年走下来啊。但是很多时候创业者觉得他自己需要跟你觉得他最需要还是有一点点距离，那你怎么去这个沟通呢？会有，但是就目前来看哈、创业者对阿尔法公社的反应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给你讲个例子，我们最近投了一个公司，它原本是要融1000万人民币，那在美国这边，这个1000万人民币等值的美金就是一个 pre A 了，那我们看了它的情况之后，我们 personally 跟他交流说，其实你这个，你在这么早期，你要融这么多钱，你肯定要出让很多股份，对你的团队，这个不是最有，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其实给你这么一个提议，你可以少融一点钱，留够钱做产品，但是不花钱去做推广，那你拿下一笔钱去做推广，因为你这一笔钱是用最宝贵的股权换来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接受了，接受以后就接受了我们的投资，现在他们是一个这个成长非常好的公司。听说你的这个阿尔法公社是去年年底2014年年底成立，但是你自己融到资是今年年初，但在这之前你已经在接洽投资者并准备投资了是吧？是很有意思，我们这个设立这个机构之后有一个融资过程，又赶上春节，那一共融资结束就在第一 first closing 在3月份就完成了，在那中间我们就在咖啡馆里办公，我们是咖啡馆里出来的天使投资机构，那时候我们跟团队呢，我们投了3-4个团队在那个期间，我和我们的合伙人 Alex 我们就跟创始人讲，说这个我们现在给你这个一个 offer， 这么多钱，那个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公司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还没融到钱呢，我们正在融资但是你尽管放心，如果没融到钱，就用自己钱投你，如果融到了钱，就用机构的钱投你，他们完全接受，他们很简单，他说我们就看你们人，最主要是因为你有钱嘛，对吧？可能是他们这个大家能比较这个互相认可，这很重要。当然你讲到这个人的认可，人其实最重要的，所以你们在讲这个最早最强，你们怎么看一个人呢？怎么看这些人？我们你确实看得很对，就是我们投创业者其实我们投资就是看创业团队，因为是最早期的，我们会从几个方面看，首先是看他的团队，他们过往的 track record 怎么样，对吧？他们中间的关系如何，我们比较赞成那种 track record 好，互相之间有默契有信任的，比如说三老，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要看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他做的那个大方向是不是好的，那就目前来看我们投的已经投了9个团队，非常优秀，其中有3个团队是互联网在海外上市或者国内的这个上市的明星企业出来的 CTO 或者 VP 创业的，9个团队里面有6个有 BAT 的背景，这个有几个连续创业者，就目前来看我们在这方面把握的还算是不错。你这个把握的不错是因为你的经验使然，因为其实说早期团队的话，你要是就去看着这时候这团队是很不稳定的，早期团队通常的话创业者如果是早期的一个团队，可能他1年以后2年以后团队会有一些变化，人员上的变化，那你在很早期的团队去看这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去在最早你刚讲最早最强最早的时候你怎么去判断这些东西呢？你这个问得非常好，就是实际上啊，这个投资人对团队的判断啊，是对投资人一个考验。我们往往看这个团队的时候哈，看他过往经历有多少，这个是吻合的。像申请我们的时候，都要填一个很简单的申请表。在那表里面，我们问的最多的就是团队，你到底是同事还是同学？还是朋友，你这么一讲，他不是都跟你说是的，他当然也不会。我觉得创业者还是非常对。现在中国绝大多数都是对对很诚实。你问过了以后，就是三老。这三老之后呢，有的时候就说，我听过有人讲啊，就是这个创业的团队啊，在选的时候呢，当然你选信任的人这很重要，但是互补也很重要。完全正确啊，这个我们对团队其实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我们每100个申请者里面，我们挑出来看只有10个左右。在10个里面能过的，
能就是更少数。嗯，所以这个团队里面的互相的信任，嗯，但是很重要。但是你没法问他你信任不信任对方，嗯，他一定回答是信任。嗯，我们怎么看？你怎么看？老同学，嗯，这种默契是有的。嗯，还有同事过两年、三年以上的老同事，嗯，这种信任都已经建立起来了，嗯，否则不会一起出来创业。嗯，啊，这个是 all in 了，嗯，把自己的 back 交给对方了，嗯，互相 cover， 嗯，互相 cover。这个这种信任呢，你看那些 facts， 嗯，要比问要重要的多。你刚刚讲到这个三老，老同事、老同学，这个什么老朋友、但是你的团队呢？嗯，你的团队，我看你这个团队里有非常年轻的，像 Alex 这种，这属于三老里哪一老？老同事 Alex 是年轻的老同事啊，老同事，Alex 也很优秀，他是这个，从哈佛毕业回来，嗯啊，然后参与了最早期的创新工厂，嗯，他做联合投资基金管理人，嗯，做了四年，嗯啊，在中国早期的那些投资和孵化的工作，嗯，全都经历了。我们是在中金合时候的同事。嗯，你刚这个公司呢叫做这个阿尔法公社，英文的名字叫做 Alpha Startups。是，你是一个投资机构，为什么把自己叫做 Startups 创业呢？其实我们是用创业的心态做投资，我们把自己也认为是创业者，啊，从这一点上看，嗯，创业者对我们这一点也很认可，嗯，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么一做，使得我们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自己也要特别 innovative，嗯，做投资照样需要 innovative。啊 ，VC 这个行业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对，是的，太需要创新了。VC 的行业的创新是什么？我觉得 VC 的行业创新，嗯，对阿尔法来说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最大化的帮助创业者引入行业资源对接，嗯，而且把这个事情做得可以高度的规模化。嗯嗯，最大化的引入资源对接，然后把这个事业呢做到。Highly scalable， 就是高度的规模化。对，是。嗯，啊，这个的，等一下我们要请你呢，再把这个展开来，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好，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阿尔法公社的创办人许四清，那么来讲呢这个阿尔法公社和他的对创业和投资方面的一些经验，给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阿尔法公社的创办人许四清。那么呢，其实在中国现在创业投资是非常火爆的。你曾经也说过一句话，说，创业的人呢像美女，然后投资人呢像男生，然后呢现在呢是男生很多，然后美女很少。是。那你是那个呢，就是能够追到美女的男生是吧？我希望我是。阿尔法公社创办到现在时间不长，你们就投了七八个这个九个项目了、其实以现在的这个环境来看的话，你觉得阿尔法跟其他的创投机构的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最主要的区别还是我们的钱和我们的人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创业领域。另外我们把创业者完全对接到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和行业资源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规模化的。如果说有一个特征我们需要创业者了解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是离创业者最近的投资机构。给您举个例子，像创业者如果在国内啊，因为这个虽然是钱多，创业者有限啊，创业者当然也很多了哈，但是创业者要见到有决策能力的投资合伙人是非常难的。我们大家这个有时候开玩笑说，这个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这个是形容这个就大家创业者调侃的话，但是他也不无道理。我们做了一个机制，能让我们的创业者很容易见到阿尔法公社的创始合伙人。怎么做的呢？我们凡是要申请我们的投资的，不需要认识我们，也不需要有人推荐。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个申请表，花20分钟填一下。这个表我们不请任何人，我和 Alex 我们两个人自己直接 screen。screen 出来的，我们挑出来觉得合适的，我们一般在3到7天之内就见。
见了之后如果合适的两天之内就能决定，效率非常高啊。啊，效率，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是不是可以说你们现在还没那么忙，就找你们的这创业者还没那么多，对吧？其实还很多，我们的那你怎么看？平均每天十个以上。你说你们俩都亲自看，那么你要是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你时间都不够用，你还要约谈，还要做别的事情啊。我们每一百个申请哈，可能我们筛出来见的可能十个左右，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在保持我们这个规模化的同时，保障是创始合伙人直接和创业者交流，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创业者想要你们的投资，就是想要你合伙人的投资，他不想这个投资经理在中间，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哈，是极大化的拉近我们这个阿尔法公社和创业者的距离。像你现在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交了表之后，然后你跟他们约谈，我在网上看到好像你们是跟你谈一小时1000块，对吧？哦，那个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去参与了一个中国另外一个项目叫在行。哦，啊，那个是我的一个朋友创办的，早期我们大家一起去互相这个支持一下。他是有各种各样的行家啊，那个是我们去帮助去这个帮忙的，但是申请我们的项目不需要钱。这个澄清了非常好。谢谢你这么问。对，我想说我要跟你聊这一小时得多少钱？当然这个价值是看你怎么去衡量。当你遇到一个这个你觉得可以信任的人，而且能给你呢这个最主要的指导，让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甚至这个资源的对接的话，那么这一小时其实是没有办法以金钱来衡量的。我特别同意。我觉得你这么说肯定是你经历过一些创业的路程。我也经历过，我创业3次，我失败过2次。我非常知道，就是你遇到，就是有的时候在你的这个路途上啊，成长路途上，你是能遇到跟你很合拍的，有缘分的这种所谓贵人哈。没错，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的，是的，这是。早期投资就是 human business。 对，你说你创业3次失败过2次，这2次失败里面你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太多了，罄竹难书。那好，提炼一个最重要的吧。最重要的就是有2点吧。第一点，大的方向一定要判断得很准。第二点，在实操上面多去问有经验的人，对，这样可以避免走弯路。嗯，我们每天做的大量的工作哈，来阿尔法公社申请见面以后，不管投和不投，我们都会非常真实的给他一个反馈。我建议你这个项目你有什么什么要注意的啊，我们会，假如我是你，我会怎么做，我会特别注意哪几点。我觉得这个特重要，创业实在不容易，走的弯路是很多人付过学费学到过的东西。现在我们经常见大量创业者在走弯路，我们就恨不得急着跳进去赶快搞他，把他拧到正道来。我们不一定保证他能听进去，或者您能引到正道来，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告诉他，我们在那儿付过好多学费。这个我有很多这个惨痛教训啊。对，所以一方面创业者必须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理啊，因为其实每个创业者都是蛮固执的。我相信你我所有创业的人都一样，你要没有那股劲儿你也走不下去，是吧？没那股劲儿的人都不会创业。对对，但是呢这个执迷不悔啊和这个坚持不懈中间真的是有一线之别的。有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很好的这个吸取前面的人的或者有经验的人的经验，创业者的事情啊能够事半功倍。就像就是找到了，有句老话叫听人劝吃饱饭。对对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且呢问一下这个就是有经验的人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节省很多你这个时间和精力，非常有value。对，你刚刚讲到说你们的钱和资源是来自中国互联网行业，解释一下这个啊。就是我们在基金 first closing 哈，我们融的大多数的钱都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啊，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或者是大的产品经理们。那这些人呢？这就意味着，它意味着有大量的行业的 insight know how。这个是我们这个创业者最需要的东西。加上我本人也做过很多创业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吸引到这样的人，大家共同认可这种事情，就一起参与了。也就是说，如果是互联网行业创业的人，你们是比较愿意去给他一些，就是说你们投资的主要是偏在这方面，是吧？是啊，其实现在大多数创业项目都是跟互联网高度相关的。因为这个钱的来处
它带了很多钱以外的 value、嗯、所以我们说早期呢是融资源啊，而不是简单的融钱、嗯、这些 value 来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大公司千方百计在搜寻有哪些小的新兴业务领域、嗯、他们感兴趣的、嗯、那我们对创业者提供的帮助是什么呢、嗯、就是帮助他们 navigate 他们到这些机会、嗯、然后 close biz dev deal。 那大公司在千方百计的寻找这种机会，但是小公司创业者不一定知道。嗯，那像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加上我们自身的经验哈，我们知道在哪些公司、嗯、哪些部门哪些人在负责这样的事情、嗯、啊，什么样的新出现的业务对他们意味着机会，嗯，那我们就快速对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对，你知道我觉得互联网创业其实是门槛比较低的一个创业啊，但是互联网创业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嗯、就是不知道怎么赚钱。嗯， business model不清晰，是很容易。但是你在这里面的话，你会怎么去帮助他们？比如说今天互联网创业有个 app 出来了，然后可能也有一些观众了，或大家想的这样那样，但最后都不知道钱怎么来，你会怎么帮助他呢？比如这一点特重要，我们自己创过业失败过、嗯、因为现金流断过、嗯、这个付过很多代价。我给你举个例子、嗯、啊，最近我们这个早期投的一个机构叫美洽，嗯，有一点类似美国这边的 Zendesk， 嗯啊，它是帮助企业通过在线的方式做客户服务和客户转化的、嗯、customer care 这类的。那么我们投了他以后、嗯、他产品做得非常优秀哈、嗯、那我们帮他做了对接了两个机构，第一个就是中国新兴的这个 private institute medical institution、嗯、啊，因为这些它不是传统三甲医院，他们需要这个有大量的这个来源，那他们在这个客户来源上全是通过互联网、嗯、那这个一下他们的这些这个行业协会的人一看这个就觉得你这个几乎就是给我们设计的，开始大量使用。另外一个是坐席20000以上的400号电话的 call center， 他们危机感很强，因为电话这个 business 在 shrinking， 对啊，越来越多是 online 了。对，那这个机构看了这个我们这个创业团队的东西，说你这个就是我们转型的平台，你就把这两块正好对对，很快他们就 close deal 了。 close deal 之后我们投资以后2个月，这个团队就融了 A 轮、嗯、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啊、VC 投了他们、嗯嗯、啊，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嗯、所以这个创业者也非常高兴。其实所以对创业者来讲，因为有的时候互联网创业的创业者他们其实都希望跟很大的公司对接啊，嗯，但是我刚刚听你讲这个例子的话，未必一定要是去找这个非常大的公司，其实你找到你适合你的，然后正好有这个需求的，这个才是最好的。是的，是这样的、嗯、就是未必最大的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嗯嗯、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哪些是大的、嗯、它可能 potential 很适合你、嗯、这个就给创业者解决很大问题、嗯、我们选的创业者绝大多数都在产品上非常强、嗯、都是那个领域的专家、嗯、但是在创业初期他们没有那么大的 spectrum 去做各种各样的 deal， 这个我们来帮助他们一些、嗯、啊，所以我们给创业者就几个帮助，第一个帮助对接资源，第二个帮他们融一个 A 轮。如果是硅谷的创业者，嗯，硅谷有大量的非常优秀的华人的技术人员，对，是他们如果回去创业，其实阿尔法公社是他们最好到中国的 gateway。 对，为什么说最好呢？因为我们除了提供这些以外，这些都是在这儿回去的创业者很重要、嗯、很需要的，我们投的团队都可以直接入驻到我们的这个阿尔法公社来。阿尔法公社你有多大面积，可以容纳多少人吧？我们可以容纳二三十个团队。二三十个团队、啊、他入驻是一个团队4-5个人，4-6个人，我们可以容纳20-30个、哦、他入驻到那是免费吗？完全免费，完全免费。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个都是免费、嗯、而且我们每2周就请一个 successful entrepreneur、嗯、或者是这个 successful product manager、嗯、来帮我们的团队做 mentor、嗯嗯、有很多形成1:1的这个mentorship 的关系。嗯，像我们请的这个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要么是创业成功过的、嗯、啊，要么就是正在创业已经这个比较好了。虽然这么说啊，因为我知道就创业团队哪怕你看他很有希望他还不错，但是呢他也有可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入驻了之后呢、嗯、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呢都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进步和发展、嗯、那么如果是说他今天在那待了半年1年，嗯，然后你没有看到他下一步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呢？会让他这个搬出去暂时，还是说这个啊，我们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些有限的资源给更多的创业者、嗯、所以我们是分批的，嗯，啊，每一批3-4个月，然后这一批到了，那大家、嗯、啊，解决了当初找办公室花费很多时间的这个问题，嗯啊，然后腾出手来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之后、嗯、就毕业就出去，然后下一批再进来、嗯、也对啊，因为什么、嗯、如果一个创业者他没有这个危机感的话，那他大概也不适合去真正去
掌管一个企业来向前走了。对对，在暖房里是长不出健康的这个婴儿的。但是你说你们叫做重度帮助创业者，听起来还是有点像暖房。其实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暖房，我们是帮助他解决一点 facility 方面的问题，让他集中精力在开始最开始的三个月快速上台阶。其实创业同时都会有很多类似的公司同时起步，我们是希望得到我们帮助的这些团队在这些琐事上适当少花一些时间，更 focus 在他们的核心，就他们产品你觉得创业者在哪些琐事上花的比较多时间呢？比如说寻找一个办公室，然后去买电脑啊，什么这个招人，招人不是琐事啊，招人可是最重要的事儿。这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value， 我们这儿因为人气旺，所以来招人呢，大家发现在阿尔法公社的团队发现招人很好招，因为我们每两周就有一次开放的这个 mentorship 的课，外面的人也可以报名进来，他们都知道这儿，所以在这儿招人的时候命中率很高。就是说你们每两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你们这个活动当中你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些人讲什么呢？两类，一类是成功的创业者，另外一个大产品经理。这个大产品经理的我们的 benchmark 是使用者过亿的用户的这样的产品经理，他们来讲如何这个创业前三个月第一笔钱怎么弄，团队怎么组建，全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单不会把创业者养懒，更相反，我们希望做他们的及时雨。思欣，你刚刚一开始就说过你是一个就喜欢折腾的人，当一件事情做到你满意的时候你就要去做另外一件事了。那这个阿尔法你下面要做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初期沉淀下来的 best practice 大规模的扩展，让它那个 highly scalable。我们这个节目每到最后呢，我们都会都问一个同样的问题 What is innovation by your definition in one sentence？ 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的 innovation 就是我们希望用最好的方式最高效的方式重度帮助创业者，而且把它大规模化。好，非常谢谢许思清，那么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再见。谢谢。我们身处在硅谷，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到底什么是创新呢？未知的一个追求，有想法，要有梦想，开放和包容。人的 nature， 就是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它也许呢是一个产品，也许呢是一个文化，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也许呢是一种思想。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和传统的限制。这是一档名为《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它创办于2009年，以访谈的形式讲述美国硅谷地区成功华人的打拼经历，在短短的3年间就播出了2000期，点击量超过1000万。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叫做云端生活机遇。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创新呢就像野草一样，野草疯长，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帮助。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对，你要跟大家都做的一样就没有特性。对，人得对，对吧？然后这个市场动也对，然后你有没有创新？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 PC 上，那我现在能不用 PC 去存，那资料放在哪里？就在云端。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你们的产品，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valuable, something good with mainstream America.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放眼世界。
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在硅谷这个地方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